建工嗰陣時，最緊要帶齊曬所有文件噃，咁令到對方咧知道你係一個做事誠懇嘅人啊嘛，咁印象分自然多啲啦。阿成生，我睇都差唔多噶啦，你有冇帶你嘅畢業證書嚟咧？有，小學嗰張抑或中學嗰張咧？梗係中學嗰張啦。你有冇帶身份證咧？有啊。你要新身份證啊，舊身份證啊？梗係新嗰張啦。咁半身相咧？有。你要上半身抑或下半身咧？